OK， 我好频道是 Patrick， 那今天呢要玩 NBA 2K Mobile， 差点讲成 NBA 2K 22。OK， 那今天就来打这个吧。哦，又是一段时间没打，笑死。那这个队的话，哪个队比较好？现在在想。算了，哪一个战力最高啊？哦 ，Giannis，OK，OK，、okay, okay, 那就用 Giannis 吧。对 ，Giannis 好像已经用过了，我到底要用什么？哪一段还没用过？Portland Trail Blazers 好了，我最近蛮喜欢这一队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好吧，来吧。我算下战绩多少？25000，哦，多少？25600，喂 ，what？25610啊，他的嘞，好像差没多，但是他的 LeBron 太扯了吧！但是我不管，我一定要暴打他们，不然我真的是会傻眼。OK， 一样。衣服还是一样，还是还没变更呢。Gazak， 这个 Giannis，turn it in，puts up a two，no good。Dunk by Embiid， 直接领先三分，耶、yeah ！哦，那我最近真的超忙的，因为下个礼拜要考试哈，所以对，最近就要比较忙一点，学校都在那边。哎呦 ，Chris Bosh 给 LeBron 要给他，你看他真的过不了AD 嘞 ，AD 也过不了。哎呦！杀住！哇塞，你空档三 Q 了，掰了耶 ！Giannis 的三分真的是在 NBA 2K Mobile 里面真的没办法讲什么，这真的超强。你看那 Giannis 把那 Anthony AD 把他挡死，火锅手伸出来就有了，所以再给 Carmelo 运球，切了。哇，碎，这个超级好球，超级啊，超级好球。那现在目前12-4下半场，吼吼，被打爆了这队。LeBron 要踩空，过不了，一直在挣扎中。好运球 ，2K 不要闹，不要那么赖。54321的力耶，火锅。碎，我赢了。Put up a three, it's good. Yeah， 就这样。碎了，这超强的天啊 ！Robertson for three, it's good. 7.1加不9.1。Zach for the three. No good. Okay, whatever.三分球，哇，又差点，每次都被吓到。哇塞，我什么时候抽到只剩两个 ？Bro， 差一个再倒回来抽。嘿嘿，这样抽，碎了。碎，等下他战绩多少？2500，怎么都那么低的？哇你嘞！真的是这样吗？2570，他没有升到两星，但是他升到最高就只有那个三星的。拜托，你的卡就要升好一点，你才会打过别人。你在那边。先不要讲风凉话好了，不然等一下在这边被他们打爆，我在这边傻眼傻在这边。直接被抓，碎 ，Reggie， 找个战术 ，Embiid 碎了。那个挡拆的目的呢，就是要把它叫什么？把它支开，不要让它进去啊！哇塞，
Tyson Chandler， 他好像只有目前只能拿就是进攻两分的而已吧，差不多。哇！去笑碎碎啦！哎、欸，为什么只要换到那个 Portland Trail Blazers 的时候就变那么强？奇怪。我好像那里面我的那个卡牌里面好像还有很多那个钻石的 Damian Lillard 的，等一下可以拿来挖，拿来用。火锅，哇塞，丢那么高的哦！你要冲天炮、哦，冲天炮，哇塞，不行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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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他的 ，bro， 直接被抓锅，抓，哦，火锅，哇哇哇哇哇哦！这火锅是这样哦，回来，三分球 ，no， again， put up a three， OK， 啊 ，Carmelo。哦，拿那么多球居然还没进，OK， 换个手好不好？这样才可以抓拿球啊。刚赔，哦 ，What did？ 3.4 哦，3.4就还在招啦，哇靠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还有下半场没差。3.6啊，不是3.4，讲歪。Don't you put up a three? Okay, you missed it. Yeah. 下一场就是我的喽。Okay. 继续啦，继续打爆他们。Reggie Jackson 又来喔，你们都在放空档的喔，空档超远三分，也没有说到多远啊。6-8，哇塞，这个分数真的差太多了。OK， 跑位又跑出来，然后呢 ，Giannis 三分，Oh my。Bro， 不要炸进呢、欸！啊，不要两分而已，吓死！三分绝对不能放三啊，放三会 K 笑啊！哎、欸，有一个三分了。No， I missed it. Damn it. Cut the cheese, bro. 这卡位了，你这是卡位，你这个超远怎么可能呢、啊？碎，碎 ，Zach Levine。这个 Vin， 你这个那么远，我就直接拔了吧。喂，况且这个 Giannis Antetokounmpo 的三分球在这里面也是蛮强的。哎、欸，哇，这个挡好没弄到。当当当当，跑位 Chris Paul 跑到外面，这个进了，有没进啊？碎。哇！哎、欸，你这样还不挡我的？哎、欸、哦，算了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我注意没注意到细节。现在我还差三分就那个嘞，就平了。哇塞 ！Go go go！ 睡，走了。单手暴扣，碎！刚 NB 来谁站在那边直接被灌篮，直接被压过去。Oh, that's a three. No way. Okay, give it, go. 单手暴扣又来球，哈哈！哇，这超远！哎，到底有没有进我也不知道，算了。应该没有吧？碎了！哇塞！我的，抽到 Alex Caruso，Alex Caruso 这名字怪怪。那是 it，
又是28000的天。看一下奖励是什么。这啥啊？翡翠还是什么的 ？John Moran 哦，哇塞，垃圾化大师，什么东西？哇，多少？这个是可以干嘛？这个，哇塞，我的这个搞玛瑙的这个戒指，我已经40几个，这是怎样啊？太扯了吧！哦，这钻石的嘞，钻石的会拿太多个了吧？哇塞，哇塞，哇，27个，再3个就可以拿到 James Harden 了，超扯哎！我这个手感到底是怎样啊？这个银河的，这3个他几个？35个 ，Come on！ 哇，这个拿不到啊，拿不到哦。Jonathan Kuminga， 吓死我！防守者上回，我都很多东西哦，其实蛮多的哦，对啊，很多哎，好，算了，继续讲。我蛮想要的 John Moran， 的 John Moran 是真的超强的。哇 ，Jason Tatum 想要投，哇塞，一个歪一下，歪一下什么东西？哎，要再荡哦，这个 server 不是 server， 每次都讲 server。OK， 睡拿篮板给 Giannis。晃，嘿嘿，挡一下，挡一下，这样我才可以传给你。哇，这个有了！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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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刚刚一个慌张都直接传掉啊！不对，这个防守要做好哦，你这个防守没做好，有可能会漏洞哦。等一下哦，吓死人！保罗乔治跑出来，晃一下，上去，没进。碎给他，哇塞 ，Giannis 就是一个三分直接炸了，没炸。虾米东东？哦，跑出来，2分，这个应该啊没有，我以为有骗有了这3分，屁嘞！这个那么刚好的，我吐了我 ，Oh my！ Chris Paul， 打上半场真打都快完了，都还没进一分，哇，他进了。好了，没关系啊，先练一个2分2分打到来，这个3分你就送给我了哈，炸进3分了啦 ，Zach LaVine 首先拿到3分，碎，Giannis， hold on， 哇塞，那左脚早一点投的话就会进了这个，3个嘛，就直接一路下这样。What the？ 我这个手感是怎样 ？Jason Williams， 这怎么长得有点像那个谁？忘了，算了。都25000战力的这个，哦，中间没放人吗？哦，没放人，我就3分炸了。碎 ，Reggie Jackson 真的是拆炸弹超强哎！我这 Chris Paul 小朋友过来。这个网络跟档哦，这个网络怪怪。这个3分可以吗？完全不行。Go for the three. Oh my damn!
6-2吧，先对了6-2，超姐，没超到，这样没超到，我的，哇塞，到底有没有在看个把的啊？我还没进，刚刚把的先弄啊，哇 ，Chris Paul，Oh my。你以为我会冲进去对不对？我就在骗你的。刚才你讲太多，讲一大堆在这边。他刚真的以为我要冲进去开玩笑，你是嘞？这个人肯定没玩过 2K 啊！你看他就直接拔了。这个要玩过 2K 的人都差不多知道要等待时机，我就知道时机就是现在。Yes。12-4啦，哇塞，这个战力扯爆了。这个保罗乔治晃，再进一下，出一下进，有这个直接投可以吗？懂的吗？没塞力耶，保罗乔治你可以直接投啊，笨蛋啊，怎么没进？哇塞，那么远！呵，哦，这是 Jeremy Grant， Jeremy Grant 差一点就进了，嘿嘿。1-2-3 ，bro， 还重射哦！哦，胜利太扯了，拿了3000分。哇哇哇！我看拿到第一个了，天哪！莫名其妙就拿到第一个了，这个我真的很犹豫，到底要不要观看广告？我怕看了，等一下要在那边看那些有的没的。1421，管他的，直接给他打下去就对了，没差。顺便打下去就拿到了，嘿嘿。但是这个重点是我一定要先领先几分，这样他们才不会那个分数才可以拿得很霸气，很霸气呀！这边进，碎，主攻碎 ，for the three，Oh my damn it, bro！ 我是 Patrick Williams， 因为我刚以为是马铃薯，怎么长那么高？哇塞！被骗了！笨蛋，真不要骗的。等一下啦！Giannis 怎么在那边？传出去！碎！规支脚拢压起来，我这一定要给 Kobe， 我就知道这个 fade away， 你以为我没看过？看到不要看了好不好？又是一个三分，我的哥，差一点，暗物质的，哇塞，三号位啊！Put up a three. Oh my god, damn it, bro. Oh no. Oh, whoa. Giannis, 开玩笑。Yeah, the gym missed. 不要 copy， 不要，我，这应该拿到了吧？拜托啊！
你知道吗？你只给我加一，哦，我炸了我！你只给我加一分，你是在……你阿妈的，我就差一点点的气啊！哦，等一下我被夹起来，还是跟人家再用心打这个比较好。他们战力多少？1300哦，管你的，我直接炸爆你！好好，来用个公路队，真的是在玩101队，都玩一样。第一节，哇塞，那个球队衣服也太怪了，那个数字是长怎样？长成这样？因为我更改过，各类 lag， 哇，太早跳，又太早跳了一个，然后又是 Philadelphia， 又是同一个队伍，天哪，最讨厌了，长一样的，而且这个战力还不一样，不可能 ，Bro，Ben Simmons 直接炸一颗，中间没人挡是这样，暴扣了，这隔扣 NB 的吧，对吧？公路队没在跟你开玩笑啦，你问我怎样打假的？公路队都是假的，嘿嘿。阿牛，哎呦，这个手死了，这个 AI 要出来，运球，运球，再运，直接这样投 ，What the heck？贴爆了欸，这个贴成这样你还能进是怎样？24，算了 ，OK， 固定用起来，不要当就好了，拜托，我真的不希望当。火锅，哇塞，字母哥直接半路杀出一条手，直接打出来，我吓死，我直接傻眼。刚那个 Allen Iverson 要上篮的时候，他直接火锅送出来一颗，哎，麻辣烫，哎呦，屁啦，这手都过去了，最好是还可以打弄成这样，我快傻掉。Put up a three， 水，差两分哦。哇，这个被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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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鸡笑，炸碎，走了，卡梅罗，没办法，三分，这，刚在我前面投三分，哦，没办法投三分，笑死哦，就差一点了，天哪，就差那么一点点，火锅，哇，差一点了，天哪，哦。我真正会讲，你要甲伊讲。哎、欸，水又怎么的？好，水，这个好机会绝对不能错失掉。就是说现在啊，骗笑哦！为什么不能？没人的时候就可以投三分了，为什么不可以投？这叫两分来吗？对，一定是要这样，我一定要两分来，不然太急。MB 的直接投，看到都傻眼。欸、这队太难打了吧？哦 ，Joel Embiid with the putback， 我刚以为要绿的。我觉得冲内线才是有好水。哎、欸，你这样上了 missed， come on， bro， I just missed the whole thing。哦，水。哦，不要挡，笨蛋，不要挡 ，fade away。
这个飞哦。哦哟，哦哟，哦哟，这要怎么打啦？我懂，我知道，我知道要怎么用了。切，直接切，看一下。晃，好，可能不知道旁边的白人，暴扣碎。我就用这个招式，因为他们的那个电脑在玩的，他们那个晃晃，然后那个人就喷到旁边去，我就可以趁机直接杀进去，直接作弊啊，做起来。杀。Yes 啊！丫的，最好 Ben Simmons 可以炸一颗三分给我看，不可能。水，哎呀，那是的。上去直接隔扣 MB 的，直接把他压在下面。现在目前平手，碎。哎、欸，抓到碎碎碎碎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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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Yannis， 等一下后面再来。哇 ，Yes，Reggie Jackson 还有跳起来，然后直接碰到球直接补进碎，目前领先两分了、啊。AI， 哇，这不可能，这个撞到了，走了走了走了 ，Go Go Go Go， 停一下，嘿嘿，三分来了 ，GG。Yannis 的三分在空档的时候非常好绿啊，这个有时候不会绿，但是有时候又会绿啊，所以这个命中率有点怪怪的。来哦，哦，豁过 ，Yeah 的，Go， 开玩笑的。哎、欸，想 double team 我，你也要看人是谁，好不好 ？Zach LaVine 在里面的，你们都在外面。我才打到第三节哦，先不要那么嚣张哦，不然人家得被超过去，我就 GG 了我。Ben Simmons， oh and B with the putback， it's good。Wait， it's not the putback anyway。哇塞，切进去！撞，哎、欸、，what？ 哇，十五了，差三分而已，差三分而已。哎、欸，才上了，可以，碎碎碎，刚刚那个导传是好的，好的。我刚刚也不知道传到哪里去了，我以为是传底角，结果不是，但是 Camelo 直接上来拿球。Bruh, you can't do. Okay, okay, okay. I don't care. Oh my, Zach LaVine's half court 真的是在傻眼的。这什么 half court？ 这个连 half court 都不会碰到。我还比较想要拿到 Dwight Howard 的，这 Dwight Howard 超扯的，好不好？两分，你卡点，你卡点，你卡点，呀，这边空到。哎呦，不管了呢，直接上了呢，嘿嘿。哎，刚拆炸弹呢，我刚都没发现，因为刚刚假如两分减掉的话是二十分，只差一分的 one point game 而已。太扯了吧！就差一个 one point game， 然后就会被超过了或怎样，我不知道。哎、欸，抓到！哇，才这 MB 不 pass， MB 不 pass。Zach LaVine for the three， no good。Yannis with the dunk。抓到火，抓不是抓到篮板，直接灌篮。他现在目前总共得了16分。哇塞，一个人拿16分，哦，超扯的。Tobias Harris， 不可能，碎，抓到，给我那 Zach LaVine 看一下。
嘿，不是哦。哦，这好传，好球。Zach LaVine 那个脚刚刚踩到三分线，直接一个后撤 step back three， 然后刚好有人传给他，就对了，就这样。7-19，这个 baseline jumper， 你已经无力了。哦，我知，哦，你无力了，哦，就好，好咱的亚历山大·托肯博，给你三分，哦，拜拜。直接绝杀了，好不好？30-19，你这个三分球，这傻眼。火锅下去，超级火锅。虽然没有 Wacky Box 赢了啦，这个你们不用再罚再丢球，你就对啊，就丢在那边就好了。直接投。火锅啊！所以这场打得好，所以，我刚前半段落后，后面追上来，然后就直接反超，笑死！哎，刚刚好12个，我的超可那个叫什么？哇，我记什么名 ？Kareem Abdul-Jabbar。哦，有银河卡包，因为真的是每次拍影片都在那边抽的。不然 ，Mike Baby， stupid。我想一下，这个应该要去看广告吗？看了，管他，不要把奇怪的，所以不是奇怪，是 NBA 他们自己的产品，是 NBA 他们自己的产品啊。自己的水吓死我，哎呀才一格而已，我哩嘞，这个一定要赢啊，拜托。3-4，目前3-4。哇塞，三分球直接炸进，太扯了吧！亚历直接来一颗三分的，没在客气的。哇，你这个备孕，你想要让你的那个篮球掉出去？他是给谁？这里那么乱！哇，投币式飞机！哇，这杯火锅，这杯火锅哎，三分有了。所以这个超级菜大蛋猜爆，9-4哦嘿，哎、欸、怎么在荡啊？这在荡，在荡荡荡，直接拔的，真是在火锅啦，火锅拜拜，一个回啦，这三分拔啊。差一点，哇塞！这暗物质的约老师，哎，约你阿妈，哎，不要进了，骗一下，好 ，Yanis， 哎，不是这 NB 咯 ，NB 三分不太好吼，嘿，只要有时候包关键时刻才进，哇，这一个三分就那个嘞，就炸了呢。喂，我捡球，对 ，OK， 刚刚好给 Carmelo put up a three，no good， 那个姿势都摆出来了，为什么现在 2K 这么荡？该死的！哦，又给他 key 笑啊，这些人啊，刚好10:09没差了，我就直接这个了嘿。哇塞！嘿嘿，我就倒打死人哦，快点被安诺，嘿嘿，三分球再送你一颗了，碎啦！快点安诺，就是绝招，碎拿到了，吼、哦！这个 NBA 哦，我已经那个在 NBA 2K 的时候，我在我的 Nintendo Switch 里面已经拿到一个暗物质，现在这个是银那个什么的钻石的不一样，买个条啊，我还快点条哦。
一直跳着表，我拿我的人币，你在那边闹，碎了，就是他，而且他长得跟，而且 bug， 哎，这 bug 哎，这到底是哪几百张？我看一下，应该不会吧？因为那只有这是 bug 啊，这不可能给我一百多张。What the hell？ 靠哟！这个 bug 直接给我十张 ，What the heck？ 等一下，他是自己给十张吗？是？没有啊，他要诚实啊！我 What the frick？ 有九张，什么鬼啊！哇塞！靠腰嘞！什么东西？空腔空腔空空腔哎！哇塞！我这个笑死了！我的天哪！他直接给我好几百张的那个人币，我快笑死了！哇！什么鬼？这根本就疯狂给卡片吧！我没有良心的，我这快被笑死了！这个 bug 居然给我那么多张卡哦，可这个笑喷！拿到一个干话王。然后他的还很多，笑死！刚噔噔噔噔噔，然后想说，哎，这是 bug， 这是不是要重开了？哎呀，这个是怎样啊？啊，结果 2K 直接一个 bug， 哎，天哪，超 bug 的这个，哦，32000，史上最高的等级的卡片。哇塞、啊、！MB 的拜拜，等一下哦，啊对，拜拜，锁起来。哇塞，被27000了啦！哇哩嘞嘞，高尔夫发球谁发？哦天哪，是他！哇，这个卡片完全是这个的。看谁来发球嘞？用谁啊 ？Draymond Green maybe？ 对啊，用 Draymond Green 哈，他们发球能力蛮强的，这个超强。刚那个真的是 bug 了吧？那 2K 你们的那个是怎样一次给人家十张卡？哦，那三个拿到不就30张了？哎。我觉得刚那个真的有 bug 哦，刚我一直点啊，就一直不出来，我这搞不懂。那各位观众，你们假如也有这样的话呢，哦，在下面留言哦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到底还有谁会变这样，就是一直点，然后那个一直那个蓝币那个钻石的那个直接一直爆出来，然后爆了10张，哦，笑死哎、欸。那只要有就是拿那个蓝币的时候有这样的。状况发生的话，哦，欢迎在下面留言，让我知道你也有就是点个卡，一个点到10张的人币，笑喷。假如是这样的话，真的是 2K 的 bug， 笑喷了我。哦 ，easy， 嘿嘿嘿嘿，哎 ，easy， 然后才打了。2个，哇塞，这破纪录了，这个56，超多，哇，随便，反正只要有打高，打很高就可以了，所以直接过。
嘿嘿嘿，暗物质我解锁了。哇塞，哇塞，我靠，没东西。更改，更改，改起来。暗物质 ，yes， 是暗物质哎，暗物质哎，暗物质哎，哇，可以笑。哦，跳箱哦，最不喜欢跳箱，算了，打这个暗物质来比较好。我现在连毕业日没在怕的啦，哎、欸、嘿，两万多的，你在那边闹，打爆你，这才19000。超扯的，哎、欸，刚刚人币真的是 bug， 超级 bug 哦！哇塞，人币的跳球，然后对方是 Shaquille O'Neal、Magic Johnson、LeBron James。我的，人币太强了吧！那个手伸出去就进了 ，Shaquille O'Neal、大鲨鱼、Magic Johnson。然后嘞，这谁啊？哦，反正一些认识的 ，Kobe， 我的嘿，银河的这个、银河还是暗物质矿物了？哦 ，Yannis with the putback，Yannis 看不下了，好不好？看不下了，看不下去。是连毕的三分球是不是跟了一样？哎、欸，真的一样！哎、欸，哇塞，这三分球难投了，这个，哦，他只到一半，然后他那个放出去真的是在丢稿一样，哇塞，这个难投，这个超难投，这很难投，好不好？但是他篮板真的抓得很好啦，这，哇，这三分球，乱投的啦，这个什么啦？那个到底要怎么放啊？他要放的话，只能放半个而已，他没办法放整个整条的哦。哎，所以敲掉 ，Lambier， 哦，跑得比 Shaq 还快，只单手暴扣了。哇塞，这个体能，他只有，我觉得要给他内线，不能给他三分线，因为三分线他真的没办法，他三分线真的会失败哦。哇塞，隔扣是怎样？连别只能传那个啦，传的内线而已。靠腰了，叫你给连别，你给谁啊？哇塞，哎、欸，哇，这三分，哇，哎、欸、呀，竟然用这个奥博搞平。连别。哇、，buzzer beater， 直接拿了9分了、啊，太扯了！这个兰比尔，他三分不太行，但是他的那个什么，他的那个内线蛮好的。哇塞，太扯了！我现在居然到暗物质等级了，这三回，兰比尔，这个 bug， 我、哦、终于黄了，我进了！哈哈。这什么鬼啦，这个投球姿势太八七了吧。棒晒头发。这投篮姿势也太八七了，这个真的是有点搞北七耶。好无脑哦。三分球到底是怎样的投球到底是怎样投的，这个搞不太懂。哇哇，被大鲨鱼炸。肥胖鲨鱼。不要乱讲。哎、欸，你们都不挡，那我就直接上去绿一颗啦。这人变太 bug 了吧？直接自己单独拿了14分，直接变16-8，我勒嘞！直接被敲掉。Zach Lavine，Kobe 不行，给人变，又是个 bug 王。直接上去，哇塞，大鲨鱼挡不住哎、欸，太扯了吧！哎、欸，大鲨鱼呢？哎、欸，他是不是比大鲨鱼还是大？他是不是比大鲨鱼还要高？还是他们两个都一样高？好像都一样高，只是 一胖一瘦而已吧，没什么分别。哇！但是我觉得，我相信能变他的
他的叫什么？他的哎呦，中距离的进哇你嘞！我相信啊 ，Lambeer 他的叫什么？他的抓锅或是火锅的程度应该都可以挡住 Shaquille O'Neal 的大鲨鱼都可以把他挡爆。除了他的灌篮 ，Shaquille 的那个灌篮，不然其他都差不多都可以。红宝石的，你这时候在放红宝石的，哦，这隔扣 Shaq 什么鬼？而且22-12差了10分呢。下面蛙哥，把它嘣一下，然后就变22-12，这什么鬼？不可能，碎。什么啦？哦，当然是看了什么？这个 NBA 的这个，到底是怎样哈？真是打爆欸，打爆湖人欸，这个你投啊，你投啊，来啊，投啊！还没 step back， 你在那边丢狗，跑位又是卡位。啊！飞太早飞了，太早飞起来了。等毕业投拿球，等一下再给他。上来的时候再给他。我靠！哇！我这人毕业是三分球可以吗？我的，我到底是看了什么？那三分球的那个参数到底是放多多啊？怎么投都怎么进呢？给人币，我又黄，哇塞！杀回啦！三分球准的太扯了，这个人币真的连派戏啊！27-4哎！什么鬼？这个到底是什么鬼？我真的没看懂哦。大鲨鱼拿了10分而已，他这个人毕竟可以拿到那么扯的数据，又是一个灌篮，哇塞，反手暴扣欸，这太 OP 了，这个 2K 真的是把它设计的太扯了， 2K 你真的是一个好游戏啊，哈哈哈哈，怎么了丢狗？不可能的单手，哎呦我被禁了，笑死。好，先等一下，传，人变了一个三分，啊，不要抖，这次没放满，那是不可能，那个三分球一定要放满，我在上篮，哇，差9分而已哦，被他们抓到9分，好、哦，人变 ，cuts it in，puts it two，missed it，what the heck you missed it，how， 哇，靠，我靠。我、哦、吓死我！我刚以为要炸进一颗三分，我真的起笑啊！这样，第四场哦，第四场，连比尔他的运球是这样哦，好龟哦，这个操好慢哦。哎呀，你们就直接放空挡就对了，不管了，连比尔就直接把你们炸爆了，好不好？这干话王，超扯的啦！这个连比尔真的连派去啊！真的是超高的，我们有两个人是高的，然后，哎，你右上角那个第三分线那底角那边放空档，你知道吗？你都没在看呢。我 Kobe baseline jumper missed it， 中距离啊，你们要再放了，哇，放了，但是他的三分球真的要很准，到非常极致才会绿。超掉 ，Lambeer cuts it in， it's a green， let's go， 耶、yeah ！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这个人了，天哪！银河的钻石的两个钻石的瓦力嘞，把他们打到六，那个叫什么？老皮醉 ，Magic， 不 ，What the Shaq 直接投一个中距离，超近中距离。
先看一下人币在哪里这边。欸，我不是飘走是怎样？没关系，这个进度应该是追不回来，火锅不可能睡。哦，是三分球可以吗？去。啊，睡。太扯爆了吧！这个扯爆了，这个哦，可以笑欸。这卡片真的在可以笑的，真的都没辙了，你知道吗？拿我没办法了，这个篮板，这个什么的。超扯欸，这个人变真的派戏了。哦，太扯了，这人变派戏啊！哒哒哒，全部点一点，有好卡。操，那个 Patrick Ewing 是怎样？What the heck？ 这样嘞，抽到一个钥匙，不要闹哦，不要钥匙了哦。有钥匙，你不要一直给我钥匙，我要暗物质卡片，不要闹了啦。Cut the cheese, bro。欸？跳箱，等一下，我有什么东西吗？哦，有欸。哦，我有好多金币了，水，可以把它换掉了，压到这台。给我下去。高尔夫把手，好，就先这样，对。Sabonis 的话，换成。嗯，谁啊？Jeremy Grant， 嘿嘿，没用过，就直接用他吧。笑喷！我终于到暗物质的等级嘞，好扯！哦，这个球嘛，怕移。哦，天哪，这要很难罚。这罚球太难罚了吧？什么鬼啦？有时候这每次。用新的球员都要抓一下他这个投球速度跟那个感觉，不然都不会绿，都是黄的。手怪，为什么要这样弄？我发球都没这样，那脸杀不回。什么东东 ？2K 做的发球，你看做的很奇怪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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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嘿，2-2，来，想有 James Harden 啊，拜托啊，有 Zach Levine 吧？哦，是 Embiid 哦，哇塞，这个你拍爬力，哇，约老师直接被顶得进，哭啊！快！超级超爆他！约老师，超爆你！约老师，哇！这斯坦波直接被骗掉，直接上去一个单手暴扣。我的那个条刚都完全没放满，他就进。降率，他的内线真的很好欸，他内线进攻真的蛮好的欸，哇，这超爆，上去一个暴力双手暴扣，隔扣 Jason Tatum， 什么鬼？欸嘿嘿，这个在 bug 了这个。等一下，再要传一下。
他妈正是巧的，双手暴扣。这个卡真的是好卡了，真的是把那个 NBA 2K Mobile 玩坏了。这个，哇，耶耶，拿到卡片喽！银河的 Chris Middleton 是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是吗？哎、欸，不是，我要几张啊？六张，我的嘞。哎呦，这是银河的吧？对，这银河的不是暗物质的，我是暗物质，暗物质会起效。关注人数，我有关注别人，我的。我有关注的人哦，天哪！台湾人，我是打这样而已，我理解。对，我这个不要别的东西哦，智障！不要闹了！天哪，这个人看了，哦不对，这声音要来了 ，no 啊！都忘了，我就给他切了耶。该死的哦！算了，姚明呢？大鲨鱼有宝宝哦，对号位的，我有对号的 ，OK， 我刚刚看到对号位，拿掉，对号位的 ，Yeah， 对号位的，哦是 DeRozan 呢。哇，对号人真的是扯，进攻能力超好的。哇塞，这 2K 这个对号人都可以把他打爆了，这个还要进攻哦。哇，点不够 Yokic 是怎样？上去一个双手暴扣。找个挡拆。上去丢那么高，直接绿。一个 baseline jumper， it's good。Wait, what？ 他刚是给我 DeMar DeRozan 啊，为什么我刚要用的时候不能用？Dwight Howard 的话，我要配谁好呢？怎么办呢？就这样吧。哇哦！快，再打一个一分钟的，这个打完我就差不多要关台了，不然就真的要一个小时了。Oh, KD with the deep three. 快点啊！再一分钟打完了，看可不可以哦。哎，你就直接跑掉了，你真的没在看的吗 ？Hello， 再坏了这个。Howard missed the but that 啊，给我球，听不？给我球，听不？呀！给我球啦！哦，水，快点！Put up a three, it's good， 完结了。哇塞，快一个小时了。
所以 OK， 今天的影片就抓到这边，那假 OK， 今天的影片就抓到这边，那假希望频道的话，帮我订阅哦，拜拜。